为了心中。点赞吧，老十四棺材大转啊！到家得疾病死家了，啥东西没弄回来，是吧？嗯，他奶奶都是这是大爷您爷的老丈人在伺候。对，他也他是师傅那儿的人，太牛了。师傅那边有姓皇的子女是吗？啊、嗯、啊，你就是大爷的奶奶是皇家的子女啊、嗯，嗯，这都是他爷死了，啥东西没弄了，人家啥手续没有啊？他我爷的老丈人，哦哦哦，明白了，在北京皇家，哦，那是清朝皇家，啊、哦，不管他干什么，反正他给的。那你们跟皇家都是有缘分，比农村强，有缘的，嗯，有关系的，比在农村强。对对，看家来了，他到家都得疾病都死了，什么东西没弄了？嗯。过去伺候皇帝也不容易，这到后来他们家都落在这儿。嗯，就是、康熙那代人、嗯，康熙的儿子，这个十四王，这是康熙的儿子，对对对，哦、对嗯嗯，第十四王吗？总之，你们祖上都守灵的、嗯，现在也在这守灵了。对，这后来他们家啊，这不都是守灵的轮班看灵吗？他得轮班，过去生产队的时候，你还不准懂，嗯，看场。今儿后头你去哦，给分儿，明儿后头你去哦哦。他们呢，都是这个那叫啥，跟挣钱要退休的似的，没事干了。跟上班的似的，嗯、发工资哦。完了以后呢，他来了这么多人，他生一个他得上一个户口哦，得给他东西哦。他呢，这都得轮班这看领来、嗯。今儿你去，明儿他去。这样前面都有，在这个院有一个小房儿、哦、一家在那个屋住，这个院啊、在这个院哦哦，有个小房看这个室了，哦哦，就在这院里边、哦、啊，都在前面这个院、哦、这守灵也挺辛苦的。他们呢，我跟你说，看灵这他爷跟他太爷都能叔叔过，
后来呀说这边上有点地给你们住，你们看领子就来了 啊我们都来了，他们不轮班不来了，他不来了。 哦但是你们也都用啊。他叫刘武信，是他亲生，跟他爸爸跟他大爷就到这儿住。那边我手还挺小的，挺小的，是呗。他爸爸来还12，你想多少？哎呀，那会儿就来了。我爸，他爸爸在那个南山，真棒啊！道玉南沟生的，完了以后12搬到这儿看灵，他们都不走了。他们看灵这么看的，他们是汉族。哎，那过去让来就来了哈，就来守灵来了。来了以后都又赶上户口都乐这儿了，这是看灵，要不在这儿住呢？但是也挺消停的这块了，挺好。对，挺好。他们人呢，应该是哪儿呢？是古城峪的人。古城峪打哪儿班来？打小唐河班来的。小唐河你们知道吗？东陵那边啊，知道知道。大唐河、小唐河嘛。我们是小唐河。小唐河人都多数都姓刘，是吗？是老十四棺材大转啊。嗯，是，把他埋这儿了。埋这里头都修的石头条石摆的挺好的棺材是吧？他这个他的墓上来水了。这点过去都是叫挖井啥的，应该有水。上来水了，他这棺材他水一飘，他都有装个洞啊。这他说他给上北京给托梦去，打转了。给他亲人。大赚了，大赚了，这是谁他们也知道，梦的是谁也知道，不是？到这儿又挖一瞅，棺材没那么待着，嘿，他转个儿，有水了，有水了，有水了，搁的，把水掏出来，搁上炭，填的黄土，洗好了，就能干了。这回不赚了，嘿，还托梦了，真是挺神奇的哈。这座古墓里的女人呀，居然和康熙皇帝呢有着母子之情，而且还受到过孝庄皇太后的夸奖。那么这座陵墓呀，离清东陵只有几里地，这里边安葬的是谁呢？下面木子呀为大家来一探究竟。这座古墓里面安葬的女人呀，叫做宝生夫人，是生前康熙皇帝的一个保姆。而且呢，这桶石碑呀是在宝生夫人去世之后，康熙皇帝为其所立。这边呢是她的丈夫叫涂克善，也是在丈夫去世之后跟宝生夫人呢葬在了一座坟墓里边，后来呢也为她立了一桶石碑。那么这个位置呀离清东陵呢只有几公里的路程，在清王朝统治时期，皇陵范围之内呀是不允许有其他坟墓存在的。那么这座墓为何葬在了这里呢？这个宝顶的主人是宝圣夫人瓜尔佳氏，和她的丈夫呀叫图克善的合葬墓。瓜尔佳氏呢是康熙皇帝的保姆，清东陵共有四座保姆墓，只有这座呀很特殊。宝生夫人呢生前只照顾康熙皇帝，那么那三座的主人呀同时抚育过康熙还有他的父皇顺治皇帝两位帝王。瓜尔佳氏出身背景啊在清王朝正史中记载呢是并不太多的，据说在当时康熙皇帝出生之后，仅知瓜尔佳呀是由孝庄皇太后呢从众多的保姆当中呀亲自选出来的，以锦后入选进宫呢去开户襁褓中的玄烨，也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瓜尔佳氏忠于职守，不分黑夜白天，尽心尽意地把康熙皇帝照料的是无微不至，亲如慈母。为了照看好康熙皇帝，瓜尔佳氏呀把自己的家呢都不顾了。康熙皇帝大多时间随保姆必斗在外，不能享受寻常人家的天伦之乐。这段经历即使他是抱憾终生，也是他与保姆瓜尔佳氏感情甚笃的重要原因。因此康熙皇帝为了回报瓜尔佳氏的养育之恩，在生活上处处给他以优厚待遇，使他以乐余年。他在晚年生病之时，康熙皇帝呢亲自为他请医送药，到病榻前问候，但最终瓜尔佳氏病逝于康熙38年1699年。康熙皇帝呢非常的悲痛，追封她为宝圣夫人，并赐葬于皇陵附近，列于朴氏奉圣夫人的墓旁。但是这座保姆墓呢也没有逃脱被盗的厄运。在过去几十年的时候，据当地老人讲，小孩子吃完晚饭没什么事情，经常躲到地宫里面的棺材进去躲猫猫。瓜尔佳氏的丈夫图克善呢最初并没有什么工作，
自从妻子成为皇帝的保姆之后呢，因妻贵夫荣而享受荣耀，他也渐渐地被提拔为了一等侍卫。这期间呀，他对皇帝呢是忠心耿耿，做事呀是谨慎低调，很受康熙的赏识，成为了康熙皇帝的亲信。死后呢，与妻子一同葬在了这里。康熙皇帝呀，也为他祭奠立碑。这里当初呢也有殿宇和墙垣，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经不复存在，仅存的就只有保圣夫人和她丈夫涂克善的两桶石碑，一个石供桌，保定一座。关注木子，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知识。